大家好，我是愛原神，我今天继续带给大家原神爆料。原神 4.7 卡池角色确定，新奶 C 希格雯被心海完爆，原神納塔八駿圖曝光，火神開大三形態技能爆料， 4.7 克洛琳德希格雯技能實機一覽，原神 4.7 克洛琳德 V2 改動倍加強大招可以跑圖了，這下兼顧大世界了龍王徹底被爆金幣。一起来看看今天都有哪些值得关注的信息吧。首先是备受关注的 4.7 卡池，根据内鬼的最新透露， 4.7 的卡池安排为克洛琳德莱欧上半，下半纳维亚希格雯，新四星上半陪跑。至于水神，大概率是要延期 4.8 版本了，理论上浮在4月8日就是合理。一开始是 4.6 跟 4.8 的闪兵互换，放在 4.8 一来能拯救下 4.8 角色的流水， 4.8 忙猜泥路你心生贺，二来也方便爆学生的米，放在 4.8 也直接进入神循环了。 5.0 中离 5.1 温迪，众所周知原神封丹 4.6 卡池已经过去了一段时间，新角色仆人也已经登场，各位小伙伴们是不是都已经抽到了呢？而说起 4.7 卡池即将登场的新五星角色克洛琳德希格雯，也是很多小伙伴们比较关心的事情，就后续卡池角色相关一起来看看吧。首先要说的就是新五星角色希格雯了，有关于希格雯技能机制也已经被舅舅们放了出来，看完之后很多网友也拿希格雯和星海进行对比，而实际情况两个角色不同的地方还是比较多的。希格雯的定位是爆发型奶 C， 治疗特点是开一技能后全队中服爆发治疗，灵命的情况下可以达到每次4500左右的回复量。星海的定位是持续型奶 C， 治疗特点是一 Q 都可以治疗，一场上中高幅度持续治疗，灵命每次有7000左右的治疗量， Q 则是全队小幅持续治疗，总治疗量是高于希格雯的。挂水能力的话，希格雯范围频率和持续时间都比较差，星海范围频率和持续时间都比较大，0加0的星海几乎可以说是完全体。希格雯的低命定位则是比较模糊，这是还没登场就被爆金币了。至于 4.7 卡池角色登场的安排，就 4.7 深渊的情况来看，水神弗宁娜无缘登场，基本上可以确定不会在 4.7 卡池复刻了，依旧还是之前提到的莱欧斯利、艾尔海森。上下半顺序的话，克洛琳德、艾尔海森大概率在上半，希格雯、莱欧斯利则是在下半，感兴趣的小伙伴们倒是可以期待一下后续的相关消息。王炸 4.7 卡池角色登场顺序出炉，新奶 C 被心海完爆，上半是克洛琳德、艾尔海森，下半是希格雯、莱欧斯利。希格雯的定位是爆发型奶 C， 治疗特点是开一技能后全队中服爆发治疗，灵命的情况下可以达到每次4500左右的回复量。星海的定位是持续型奶 C， 治疗特点是 EQ 都可以治疗，一场上中高幅度持续治疗，灵命每次有7000左右的治疗量， Q 则是全队小幅持续治疗，总治疗量是高于希格雯的。挂水能力的话，希格雯范围频率和持续时间都比较差，星海范围频率和持续时间都比较大，0加0的星海几乎可以说是完全体，希格雯的低命定位则是比较模糊，这是还没登场就被爆金币。